灯啦。能力压开点，点一个新的，叫它自动帮我。废奴，交给你啦。到现在还没有去俯瞰，走。脱下来，哎，别跑啊！我是要你啊！我以为会直接把它换下来。Clear up! Hurry! Bayek, take care. Siwa is a dangerous place. 按三角形好像就会解除吧，自动走。Halt! Stay there, you. Ptolemy, he has brought great sorrow to us. Ptolemy, my old Magi outpost. I should bring Senu up there.好像先派赛奴去，我就不能走路了，对不对？哎，可以，哦，好酷啊！哦，这样有趣。管制区域吗？我要去的地方有这么远吗？我回去一下，看我有没有走错路。不是，我觉得我越离越远了。等啊！不是很可靠。我们从这里好了，从这里过去，这不知道可不可以爬。这上面还有给我搜刮弹药，这么好。常规剑，咻！哦，赛奴在飞，赛奴在飞，那个应该是赛奴吧。Brought him here not so long ago. 十环。咻！终于啊，玩了这么久，来个信仰之月。接下来要去的话，我要去争超级铁簪。哎，会按错，他一个是要按住，扫描下按住。对了，我还有个水老鼠，差点都忘记它了。邪恶的土匪占走了水源，太可恶了，在这种地方占水源，赶快去处理处理，让大家有水喝跟灌溉。咦？啊，不是有个很大的湖吗？上一集游泳那边嘛。居然还弄一个这个任务，水老鼠让我加班，我要回家啦！哈，不行！哦，那个洗碗壶是咸的，是不能拿来灌溉的。等等，我先叫一个坐骑，不然跑好远好累哦。洗碗壶如果是咸的话，那再洗碗的人要怎么取得干净可以灌溉可以喝的水源呢？从老鹰来看自己走路，这样的是还蛮有趣的。那绿洲自然的形成，水源和来自地下的含水层，这些含水层在受到足够的压力后，就会喷出地表，形成天然的涌泉，就会是那种很令人治愈的绿洲景象。然后这个。水源现在就被这些该死的土匪占去了，好多个啊！
还有个问号。哦，另外一个入口的感觉。啊，从哪里进去呢？上面也有看守。有两个楼梯入口。整个在一个山中的状态啊。像这样一个重要的地下含水层跟天然泳泉，You 给 know, 了 my kids, 沙漠中恶劣天 I 气，and I used to come here as 受到kids. 恶劣天气折磨的生命一个出 Bandits 口，must be inside. 帮助当地 I must 发go. 展畜牧跟农耕，还有可以让旅行者休息。除了地下含水层之外，那个绿洲中水还有可能会来自地下河，啊，就是河啦。还有暴雨，也是有可能可以提供水源的。这不是人类，这不是动物，不晓得它是什么动物。小鸟，哎，又来一只，哦，来两只。还没有跟人打之前，就先跟动物打起来。不知道是野生还是他们养的。看我的大招！哦，捡到不少东西哦。瞄准，赏你一箭，不太好对。看我的神射手，哈！除了那个水源之外啊，另外一个也是挺重要的条件，就是地形。形成一个保护，就可以有助于绿洲的形成。我的神盾啊，再一个，哇，没有中，是不是没有箭了？那要下去了。那。如果是河流啊，像尼罗河这种地上的河流的水，不只有可以影响到，哦，怎么有没看到？它不只可以影响到周围而已，它会透过河水渗入地下，然后被一些适合保水跟让水流通的岩石抓住。形成地下含水层之后，运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才冒出地表，形成绿洲。You will make a mistake. 来一个刺杀！不过也不是所有的含水层都有足够的水压形成涌泉的，我看这个大概就是不太够的，像现在这个山洞。没有看到有点像湖的东西，这种大概就是由人去找到含水层，挖井取水之后形成的水源，所以我们才看不到水池。然后这个水源通常会是在绿洲附近，我们也离那个城镇有一段距离，在绿洲的附近。
为了增加新的水源跟扩大生活的范围，所以挖掘，然后维持这个绿洲的供水。在自然环境中，本身维持的方法就是长植物啊。这个建设速快，但是比较烂。单靠自然的绝对是不够的嘛，人类这么的喜欢破坏，快死了啊！好一个暗杀失败，再来一次。好像飙不到啊！跳进来可以让老鹰在里面飞吗？在呢！哈哈，马上没看到，我只是想要走一走而已。Beat any passing farmers to a pulp, man. Let them know we mean business. 看我的双刀！挥挥挥挥挥！先挥挥空气吓吓你！挥挥挥！好，砍到了，砍到了，砍到了！哎呀！吃我的大刀！哎呦，没死哎！这个没有盾的应该比较好杀。The farmers depend on this spring. They'll pay for sure. 把你们杀光，农夫就不用付钱了。哦。是我又大招，哎，怎么打到那个人？完全打错人！绕跑，绕跑，绕跑，绕跑！Wind is picking up. 很安全啊，像以前啊，这种自然形成加上一点点人工的绿洲，是大部分的形态。因为到了现在，科技的进步也出现了，像杜拜就完全人工造一个绿洲。哎呀，又死啦！先偷杀一个。再回到正门好了，看他们会不会被吸引到那边去，留下正门给我。Is that you? What are you doing? 哎，有个人在这哎，我刚刚都没有发现。Keep quiet. They'll hear you. Who will hear me? The bandits. The bastards took over the spring.Almost everyone on this side of Siwa gets their water from here. 邪恶的土匪，就说水源很重要，打不死你们。没有把你们打死，今天大家都没有水喝。只能侦查外面的，没有办法侦查洞里。哎，那里有一团黑黑的，是什么东西？居然是人！Alarm! Over here! 居
居然是人，一团黑黑的，这么明显。哇，我被发现了。The wind rises, and the sand with it.仔细看一看，这山洞应该也不是完全人挖的，应该是没有办法挖到这么厉害。在山洞里找到水了哦，哦，然后取水的可能性最大。想要去捡那个剑石，哇、哦，很痛的剑石都没有了，一定要会躲啊！你在那边动来动去做什么？搞笑、哦！好像沙尘暴来了，哇！沙尘暴，沙尘暴敌人的视力会再下降吗？视力已经够差了，太黄了吧。偷一个，没有兽剑，好不习惯哦。Meet any passing farmers to our park, men. Let them know we mean business. 把农夫往死里打，把自己的客人往死里打，谁给你们钱？我是来这边还要给钱，还要被打，太惨了吧！没关系，很快就可以解脱了。哦，这边意外的发现一个，根本看不到，反正对到头，这三零一剑。来来来，出来啊，出来啊，只要不被围殴应该我都死不了。我来咯，再偷一个，现在人都标记出来了，坐好。上面还有一个是我漏掉，到现在还没有看到比较像水的东西。应该不会被看到。Hello。哎，他怎么死的？哇塞，他怎么死的？轻轻一拍，武功高强啊，巴耶克。难怪会被说盾牌剑剑没有用，这已经是第几个箭头。最后一位，拜。任务完成，雪老鼠完成。这一集的雪老鼠的绿洲的行程来源就到这边。喜欢的话，别忘了帮忙按个喜欢。
分享出去，订阅并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新的影片跟直播哦。谢谢大家的收看，拜拜。